HC 什么意思？生活中常看到一些简洁的英语缩写，有些英语缩写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比如 HR 是 Human Resource 的英语缩写，即人力资源，而有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比如 HC。 那么 HC 是什么意思呢？在不同方面 HC 有不同的意思。在影视方面 HC 是High Definition Camera 的英语缩写，意思为高清摄录版，也就是俗称的高清枪版。另外在人员编制方面， HC 就是 Headcount 的意思，意指公司 HR 预计招聘的员工人数的意思。在医学方面， HC 可以是 Healthcare Care 的英文缩写，意为医疗健康。它也可以是 Hypothalamic Circulation，代表是胎儿的头围。此外 HC 还可以是 Head Query 的缩写，它是一种比快递更快速安全的运输方式，一般称为手提急件。 HC 还有很多意思，如果感兴趣可以去深入了解。